荔枝角公园体育馆门外，一个20年前埋下嘅时间囊，原定喺今年开启。康文署话疫情关系唔会安排仪式，会适时取出之后公开展示。有区议员早前收到呢一个喺1999年12月26号由临时市政局埋下嘅时间囊，话会喺今朝9点开启。有市民嚟到，但系等唔到开启一刻，只系能够影相留念。康文署話，鑑於疫情，唔會安排儀式開啟，避免人流聚集。署方會適時攞出時間囊，檢查入面嘅物件之後作公開展示。根據當年嘅政府公佈，文物時間囊裡面有各大會堂、文娛中心嘅節目表、12月號市政新聞同埋臨時市政局領帶等，亦都埋下咗當年議員嘅自選物品，包括《基本法》、香港公廁發展圖片等。